就让那个小孩到沙滩上，哎，玩玩啊，玩玩，玩累了就回来。真的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叫我理解他，哎，原谅他。对，你将那个柔情感化他。没错。叫他回到我的身边来。太对了，你多么知书达理、善解人意的好太太。哪里哪里，你说你现在就飞回去啊，你跟他打，你跟他闹，你撕破了他的脸皮，你不是把他往情人那里推吗？对呀。哎呀，马医生你真是太有才了。马医生，我不回去了。好，我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。你说，您是怎么跟你太太相亲相爱的呀？这个问题嘛，我跟您的情况啊，有点类似。这个我太太她被加拿大的公司啊派回大陆，担任甲方主办人。我呢，一个人在这儿还留守。留守丈夫。不敢当。哎呀，苦命人啊！我看你跟我是同病相怜嘛。不敢这么说。啊，你太太在中国的哪个城市啊？在珠海。对呀，啊，我太太她就是在那家公司担任家方总代表啊。她叫什么名字？江柏芝。您先生呢？陈冠希呀。这难怪我太太她经常提起一个什么叫冠希，冠希的。这难不成你不知道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马医生，马医生，你可别激动！马医生，哎呀，马医生，马医生，你千万别激动！哎呀 ，music。不是你，你都不能这么没良心的。那你说他跟您先生是不是只是业务上的合作呢？马医生，你太不了解女人了啊！你要体谅一个女人单身在外创业的艰难，或许她只是想浪漫一下而已。浪漫啊，他去浪漫了啊，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，成天跟你们这神经兮兮的人打交道，我都快发神经了。哎呀，我快疯了。哎呀，马医生，马医生，马医生，我受不了了。马医生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哦 ，relax。马医生，我呢，也不提倡夫妻双方互相猜疑嘛。啊，夫妻双方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信任。马医生，信任啊。信任。他都跟人跑了，我还信任他？我信任他，谁信任我呀？哎呀，我谁也不信任。马医生，我不信任。马医生，我不活了。马医生，我不活了。我谁也不信任。Relax， 我不活了。换音乐，谁信任我？那你说他还能回来吗？这他要是跟人跑了，那我可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回国，我找他去。哎呀，马医生，你千万别激动啊，太着急把事情搞糟了。哎
先跟你说了，我打电话，我找李清澈，我电话。哦，我这有，请用。哦，谢谢啊。我李清澈，我电话订机票。哦，哎，马医生不用了，我这有电子的，来，请。这真是，你好。谢谢啊，我叫程医生。客气。哦，不用叫了。啊，车子已经在楼下给你备好了，等着您呢。出租车都叫好了。好人哪里好人呢？ Thank you really much。 等我回来我请你吃鲍鱼。啊，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你等着我，胜利的好消息。再见。哦，马医生，你的衣服。我来不及了啊，等着我的好消息。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我等着你好消息。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